以前我们在香港有开演唱会，都有唱一些广东歌。对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，其实我也会广东话。对，雷猴啊，雷猴啊，猴塞雷啊。所以还是都用国语沟通，国语沟通，对。所以沟通无碍吗？无碍无碍 ，OK。那有爱吗？有爱啊。其他的好消息，香港公司的呀。我觉得最好的消息就是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担任捷运杯的代言人、啊、我觉得其他的没有什么。觉得王子比较先结婚，还是老板比较会先结婚？好，谢谢。啊，我希望我比较早结婚。